来，朋友们，这边点点赞，吃点羊腿啊，馕坑羊腿。啊，上面一声羊。来。今天简简单单吃个羊肉头，
灵魂之子狡辩我，退退人家。我有脏鞋，他拍他羊舌头去。刷糖，我眼睛都麻吃，不迷，眼睛快，小眼睛，想吃就黑的不吃掉。咱们一号店在新华东街东城人家小区北门，二号店中海国际社区成军小区东门，家人们。真过瘾，家人们。哎，小三个肉已经69米啊。哇，看，羊肉。够小人生吗？哦，对呀，来，我脱出来，啊，这是小人生，紫苹果。点个红星，家人们，点个红星。看，今天这活硬不硬？大肘子啊，3斤0沉。哎，离你们近一点，压了一个多，压了一个来小时，不知道痛没痛苦啊？有点烫了。哎呀，现在是我磨叽了。今天这辣乎棒，然后说我炖啥不辣乎，炖啥不辣乎，大叔说吧，我烫，来一块肥点的肘子皮。太烫了，这样一捏住了，哪儿都疼。我说毛不扎嘴呢。
舒服。有毛。想要瘦了。家常菜，有点米饭。红烧肉、茄子炖粉条。我用的这个人人会的这个酱，直接炖的这个菜，做了好几次还剩这些，炒、炖、涮都可以，它属于川味，麻辣麻辣的。加点萝卜干，萝卜干也是人人会的，也吃过好多次了，一会儿快吃完了。小咸菜也是麻麻辣辣的，有麻辣和特辣的。太小兄弟们，这是啥？看到最后啊，视频最后给你们揭晓一下子，这是啥东西？看这是啥系统？哎，
一锅汤。巨香，特别很牛。是鸵鸟身上的消化系统，口感跟米粉、红烧肉，香辣脆，还是个藕丁，啊不是，笋丁，红油笋丁。
啊，朋友们，今天简简单单继续吃个羊头啊，来灵魂之子交给。今天是炸鲫鱼麻辣海鲜卷啊，来个炸鲫鱼。嘎嘣脆。太香了，来个三杯。
鲍鱼。孩子。多大啊，这是一个猪蹄儿，一个猪蹄儿一大盘子，你多大大猪蹄儿，感谢肘子了，这是我家自己的自己家杀的那个猪的大猪蹄儿，看多大。嗯，看大嘎拉哈吧。嗯，今天烂乎啊，还搞国家国家的。嗯，真香。但是我愿意吃凉一点的，凉一点那肯定。嗯，真香，那骨头多。今天的辣椒面。我到锅里面去，骨头一会儿再嗦了，看全是筋的。嗯，这小胖带的有点多余感。嗯，太香了，哪有那么多的。天是凉的，那筋特别哏劲，现在热乎的。停停停！我两分钟就把这鸭腿吃完了，你小心嘛。两分钟，咱们就给你们搞开一下啊，就给咱们再挑战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来看。张哥，哎呀，我吃干净啊，但是吃完了，老子就先不吃了啊。来个牛排，哎，看着牛排，来个料，哎，
看这蔬菜啊，今天的料汁里边加了魔鬼辣，看看有没有独特的风味。哎呀，有点熏眼睛。吃去。这个辣度真爽。
点，这是羊驼，来，灵魂散落，交点。Oh.